好，这一圈我们在这个角上随便找一个角，随便入针啊。这个角吧。好，拉过来，三针起立，一、二、三，往上织三个长针。好，加上这起立针就三针，然后三个锁针，二三，然后再还是同一个洞里面啊，同一个角上再三个长针，也就是三长针要织两组。好，就这样。我们这个地方第一针这个锁立针那个三针锁立针这里呢，我们做个记号。第三针的针目上做个记号，到时候要到这里来引拔。最后现在好，过了这个角转过来以后，我们在这个锁链针里面织三个长针。好，下面一个锁链针是两个长针，这样就算一组啊，三长针两长针，每个边都是这样的，然后再三长针两长针交替的这么勾下去就可以了，把整圈都勾完。脚上是织三长针，两组三长针，一个三锁针。好，这一圈我们基本上都是长针，比较简单。我们先从这个脚上入针，任意一脚拿个活结。好，一个锁针，起三个起立针，一二三，三个长针，一上脖子了。好，这个起立针就相当于是一个长针，一二三，三锁针，在同一个洞里面再织三长针。两个锁针，然后一个长针，跳两个针目，一二，好，在这个针目上一个长针，再两个锁针，再跳两个针目，勾一个，勾三个长针，一个，两个，三个，然后就按这个规律再两个锁针，跳两个针目，一个长针，俩锁针，好，三长针，就按这个规律把这一圈勾完。然后就是到四个角上就是勾两组三长针啊，三个锁针连接就可以了。其他这个边上其他的针目全都是一个长针三个锁，一个长针两锁针，三长针两锁针，一长针三长针，这样的来勾。好，勾到这里勾了四组，三针两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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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勾了四组，不算这个角啊，我们就要再勾六组两针的。从这开始两个长针连续勾六组，这是第二组，
好，这个地方我们做个记号，三针两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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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是四组这个位置。好，从这个开始的时候，从这针以后我们勾六组两针的，一二三四五六。好，对称勾法，我们现在又要勾四组两针三针三针两针的这个啊，勾另外一边，勾左边的。到这里是六组，看清楚了吗？先勾两个的，再勾三个的，这样反过来勾的，这是一组，再是两针的。三针的，这边这左边这个四组两针三针的勾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勾在中间这个位置，我们也是三个长针，但是呢要分开勾，这个地方这个洞里面勾一个长针，然后中间这个连接的这个位置呢再勾一个长针，这个小洞里面再勾一个长针，一共是三个。好，我们左边这个洞大一点的洞呢再勾三个长针，勾对称的，跟这边对称，以这个三个长针为中心跟这边对称。好，三个完了以后我们就应该是两个，这边三个两个三个两个，这样对称的勾，也是勾四组，这是一组，好，我们现在直边的最后一圈，三针立锁针，一二三，好，再织三针锁针，一二三。好，现在回头在这个三粒锁针上面的第三针上回头勾三组三个长针未完成针，一二三，好，把它并成一针，成为一个三长针的这样一个枣形针。然后我们在这个锁链针里面勾一个长针，这个脚上的这个锁链针勾一个长针，再勾三针锁针三，在这个长针这个地方，长针这个地方啊，大洞里面回头勾一个枣形针，好，这是一个枣形针，再在这个洞里勾一个长针，再三针锁针，二三，再在这个里面长针那个洞里啊勾一个枣形针，好，再回头在这个洞里面脚上这个洞啊勾一个长针，同样的勾一个立锁针啊，勾一个枣形针，好，这样这个脚上面呢就有三个枣形针，旁边有一个，好，对称性的勾法，在第二针上啊，三针第二针上面勾一个
长针，找新针。这样这个角我们就勾完了，一共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这五个这个找寻针回到这个长针上引拔一个单独的长针，回到它这个针目上引拔一针，另外起三个锁针。这个是角上的勾法。好，我们现在勾边上的勾法，三个锁针一样的找寻针，然后再一个长针勾在这个三组上一圈三组长针的中间这一针上，勾一个长针。长针完成以后，我们勾一个找寻针，还是同样的勾法。再勾一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上出一个长针。再一个找寻针。好，这个找寻针。又在这里引拔，在这一个长针上面引拔。好，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边上的花样我们都是这么勾啊，是三个找寻针组成的。边上的花样，角落上的花样就是这样勾五个。好，我已经洗过了，把它放在这个茶几上定型，定出来看到时候形状应该漂亮一点。九，好看不？好看，耳朵就动一下。哎呀，哎呀，哎呀，你也来看来了，你可真瞎搞破坏。